主题就是小弟快发了，夏天玩这个妹最多。哎，哎呀，这怎么周子街71号又来了嘞？Lombo， 来欢迎阿萨。Lombo， 阿萨。哎呦，哇，这一套衣服相当前卫。大家好。哎，阿萨有在业余捕鱼的，完全渔网撒渔网的那个渔网线，还是怕登革热的？为什么会玩龙博？因为那时候就看韩国的女生玩长板，哦，觉得有之前那影片周什么的，对，我们有请他来。哦，真的，之前来台湾过，周孝什么？不是，是周子街的，周子街71号，他那个很酷，他那个我在上面走板的。对，很漂亮，女孩子手板，太帅，哇，好漂亮哦！这就是台湾的，不是不是，哇哟，他那边，哎呦，哇塞，他这个滑板滑出去有，哎呦，你很会爱哦，好帅哦，想不到，您也是武林高手来的，很厉害。你这样练，就是练多久？我玩了2年半。你玩板总共2年半。对。然后你现在全台前八强。前年。前年。你玩一年就等于你玩一年就前八强。对。什么话？你是有天分，天生神力。那你现在第几强了？2年半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去年没有比，我是工作人员，给他们机会。那每一年滑板日你都会去吗？会啊。对不对？会。那是一个6/21。对，那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滑板的。活动，大家都会一起在道路上滑板，那很过瘾，希望大家去参加，大人小孩都可以。如果有任何资讯，周子街71号就可以上网去看。哦，上网。你从屏东滑到垦丁60公里啊？对啊。你腿力很强。不是这个可以上路的吗？可以啊，你靠边边，你在中间当走。可以，自行车道的话是可以。哦，自行车道。对啊。对。你有去过澎湖滑吗？没有。澎湖是一个滑板很好的那个环境。真的吗？因为车少啊。嗯。可是路平吗？路平。哦，好，我现在是。你是大道理滑过？是道路大使还是什么？对，路是你铺的，是铿锵有力。其实去过澎湖，它其实路真的蛮平的，真的还不错。因为车少嘛。车少。哦。对，而且它大车，对，然后那个上下坡是很棒，它每一年都会在那边举行很多。铁人啊，什么比赛都会在那边。铁人三项里，尤其是看你们接滑，然后就差一点摔倒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就跟几个女班友在接滑，那就震了。然后是夏天，我们都穿短裤。哇，那就震了，又走来走去的嘛，就是这样滑下去。那你滑滑板有摔过吗？有。很严重吗？还好，其实我算幸运的，我没有断手断脚，但是就是撞到尾椎。哦，那也好，那也好危险。撞到尾椎，那还不严重，那很命中输哎。对啊，不让你无法走路。你刚刚一讲撞到尾椎，我在一半以上男生有缩肛，你知道吗？对。我想捶后背，对不对？有造成长时间的。哦，那时候有1-2个月没办法跳跟蹲下。哇，那蛮严重。对，还不严重。像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也是啊。他玩滑板车，跌了一个狗吃屎，哇塞！我还去医院帮他推轮椅，很严重啊那次。哎呦，又是麻国先生，那差点毁容了。对啊，而且他滑板车是 Kitty 猫的，不是他不知道干什么。国先生像 Kitty 猫，电动他还要在那边拿东西摔，然后咔一个就咻飞出去。来，帮我们示范几个长板特技。哎呦！今天被我们示范的第一个动作是刚刚那个影片的翻板。OK， 翻板，请翻板。当然，坐原地就好。哎呦！翻板，轻松哦。要不要试试看？我不行。可以了，我邓到底是来，你站上去。对啊，他命有什么关系？站上去，对啊，这个会摔死，这个还蛮稳的了，对哈，没事了，小心哦。推倒我，还可以回来。哎呦，算了，翻板，哎呦，算翻板。哎，有一点感觉，有那感觉，有一点算成功一半，可以，心里有点感觉。入门其实没有那么困难。
对，其实长板比滑板有经营的应该都会滑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周子杰的那个长板，周子杰的长板都滑，这个一定的，不然这样怎么推销？对啊，有那个感觉，有那个有哎，成功一半，成功一半，因为我们不太在室内滑，是啊，哦，而且这个是从小就可以练，是，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，就是也值得推广，但是就像他讲的，希望大家能够都在那个单车道上面滑，或者安全以外，啊，千万不要在那个公路上。嗯，公路上的话，多少还会造成一些危险。对，意外太多。有男朋友吗？有。男朋友会滑吗？会。那一定要，一定的。他也是去前年的第一名。哦，是不是？哦，是你要跟第一名在一起。第一名有，人就是跟第一名。第一名这件事情对你们的感情会有影响吗？嗯，不会啊，没有，就是去跟他搭讪说，请问那个你第几名？对啊，第二名，过两天，过两天，谢谢，谢谢。